非常开心可以受邀来到这个万华大闹的，因为我刚去年才搬上来台北，就是为了做专辑然后搬上来，然后搬来的第一个租的地方就在这附近而已，在那个长沙公园，不知道大家不知道，就走路大概5分钟就到了，所以我就有幸参加了2次，就是搬上来台北之后每次都有参加这样。然后今年就是觉得发了专辑，然后站在台上的感觉很不一样。想先带来专辑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，这首歌叫做《烦躁的夜》。然后先教大家一句客家话，待会会演的歌曲呢都是大部分都是客家语，然后跟中文会有穿插。教大家一句受不了的客家话，叫做“都唔屌”，大家可以跟我念一次“都唔屌”。对，大家可以记得“嘟嘟嘴”的“嘟”，母亲的“母”，跟这个非常厉害那个“屌”哦，再次“都唔屌”。对，等一下那个这个歌呢，会这句话这三个字会一直重复哦，我们可以一起跟着唱。那就带来第一首歌曲，叫做《烦躁的夜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叫做《烦躁的夜》哦，然后我在去年年底发行的个人的全创作的母语专辑叫什么？零零，然后也非常开心在发行的隔年，也就是今年入围了金曲奖，然后非常开心，然后今天也有掌声，也谢谢，Hello， 对，然后我觉得第一次在市场里面表演的感觉很不一样，因为离大家超级近，大概两。
就是你们两个人的距离就是我们跟他的距离，很温馨的一个地方。然后刚刚那首《烦躁的夜》呢，是在写一个男女之间，或者是两人共处一室，关灯之后的一切想象。然后是我也首都挑战不一样的题材的一首歌，大家也可以听听看专辑里面的感觉。下一首歌曲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在今年发行一个新的单曲，叫做《和你一起就好》。然后一样是邀请到我专辑的制作人，叫做林奕起，也是 VH 的吉他手跟制作人。然后我先再郑重的介绍一下，在我旁边这位叫做郑大刀，对，来跟大家打招呼。有，掌声鼓励。然后他也弹过非常多就是厉害的艺人这样。然后打工，没有，就像熊仔啊也有弹过这样。然后他最近有他自己的团叫做小熊乖乖。大家也可以支持一下小熊乖乖，就是大家知道那四个字，对，然后是做 dream pop 的感觉，对，开心。希望有机会，要大声一点。希望有机会可以来。哦，可以，先讲一下。我也住在，对，他住附近而已，对，很近啊，车马费比较算便宜啊，不是啊。那我刚走来真的十分钟以内。对啊，我们叫那个计程车75块。感觉健身都一脸都很帅，很生气这样，还有客气，不要这样。那下一首歌曲呢，叫做《和你一起就好》，是我在记录我的爸爸妈妈。我爸妈都退休了，然后我是住在苗栗，苗栗国的国人这样。然后我爸妈呢，他们退休了，平常就在家没事就会看剧，然后。他们常常就会有一个很可爱的举动，就是设定一个时间，他们看到一个段落，就是说啊，好啦，一起出去散步走一走。然后他们现在去哪里去旅游啊，都是两个人一起，是我很向往，就是如果真的有爱情的话，就是会向往那个形状。我觉得和你一起，不管去哪里做什么都好，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曲，然后也教大家一句客家话，一首歌学一句哦。这首歌叫做。和你一起就好，大家可以学一下醋稀撩，可以记得那个督促的醋，然后 HE 那个 he， 然后撩妹的撩，醋稀撩，大家跟我念一次，再次醋稀撩，好，再次哦，一二三，醋稀撩，哦，对，等一下就会一直重复这个，然后我们一起学一下，感觉一下这首歌曲叫做和你一起就好。我们一天天做的当你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让你
啊，出去唔出去，但唔去小心心，想去草地放屁，就扣下落去，想去耍花开东西，有喜欢综艺，坐在等你，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老你，啊，出去唔出去，跟着一起唱哦，出去啊，出去啊，你哪里怎么跟你死也莫重要，出去啊。是这样说，把手机给我，有点神奇的感觉。谢谢刚刚有借给我的人啊、哦，等下应该还有机会再借给我，希望大家可以不吝啬借给我。然后下一首歌曲呢，是这个专辑里面比较多跟中文穿插的歌，送贴纸是不是？不是我们、啊，谢谢，好，都好都好。很像那个打的电话有没有？因为人家给什么你都不能不接这样。会哦，懂哦。然后下一首歌曲呢是专辑里面的第二首歌，叫做《Best of You》。那专辑的版本也邀请到了黄少勇老师帮我们做编曲，然后就是一首非常轻松、非常 chill 的歌曲。大家如果想跟着动，都欢迎跟着动，不要害羞。下一首歌曲《Best of You》。送给大家。告诉一下你，闭上眼睛，大口呼吸。都是对的。Don't feel so， 享受生活，有多久没有放下来，用心的去感受，打开四方的你胸。撒撒撒撒撒撒撒 ，Love is the game。不是太菜，陪你秒尾款，多情歌跟情歌都 best of you。今天不补习，上山不身体。
松，你想说什么？有多久没有慢下来，用心的去感受？花开散发给你笑，爱给，给就洒洒洒洒洒洒洒，落落灰色片。不是太菜，陪你飘也困，多辛苦给气干了 ，Best of you can see。真的有个非常简单的啦啦啦啦，听一下。你就啦啦啦，你就啦啦啦，我的手。啦啦啦，应该也可以学一下。再听。你就啦啦啦。巴拉巴巴巴，非常可爱的两句话，大家可以多听几次。咪就啦啦啦，咪就啦啦啦，莫大手。最后就是巴拉巴巴巴，咪就啦啦啦，咪就啦啦啦，巴拉巴巴巴。继续啊。写一下这句话，啦啦啦，然后巴拉巴巴，咪就啦啦啦，咪就啦啦啦，巴拉巴巴巴。Best of you， 谢谢大家。好听吗？确定呢？我也觉得专辑蛮好听的，但是现场我是不敢自己说。然后这首歌曲呢，原曲很特别的是，那现场我有把那个东西拿掉，就是原曲大家可以听到很多采树叶的声音，或者是虫鸣鸟叫的声音，是我去苗栗一个我很常跟爸爸妈妈去的一个山，叫做一个步道，叫做鸣凤古道，然后在那边就是采集了很多现场的声音，放到这个音乐里面，跟黄少阳老师讨论了出这个编曲。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听听看专辑的版本。我妈每次听完这首歌，她都不记得这首歌名，她就说：“哎，你那首沙沙沙蛮好听的。”对，她自己的这首歌叫沙沙沙，不是要换个歌名是不是？下一首歌曲。下一首歌曲呢，是我写的第一首客家歌，然后叫做《行过》。然后今天比较特别的是，我还没有用电吉他弹过不同版本的《行过》，所以反正今天就已经蛮紧张了，因为所以来点鼓励吧。哦，哎，很会讲话哎，给你麦是对的，好开心哦。对，真的。然后今天这个整个配置是我第一次这么演，以前都没有用过 program， 然后也没有搭过两个人的吉他这样做演出，所以大家是第一次看到我这个形态。通常都是我拿着一把木吉他，有看过的人就知道，可能是木吉他自弹自唱居多。所以今天首次做这样的尝试，其实都蛮紧张的。然后，假如呢，你明天刚刚好有要去南部的，就是我在台南的贵人散步音乐节，明天也有演出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差不多2点多的时间。然后在大城门舞台，就今天在这边看到你，然后明天还看到的感觉就超厉害，不送个什么东西好像不行哦。明天再说，真的看到你，明天再跟我说，我会准备东西给你，搞不好直接送专辑，啊也不错、哦。好，然后我写的第一首歌曲《行过》呢，是在写一个我那时候在台中一个人就是生活这样，然后就是其实有点想家了。我就拿着吉他弹了一段一个和弦，然后我就看着墙壁，就蹦出了第一句，就是经历行过走过，行过就是走过的意思，走过家里的旁边那条河坝河圳，然后我就沿着第一句歌词的这个风景，然后就把这首歌写出来了，然后
其实这首歌有点像开启，想要开启跟家人之间的对话，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在有小孩子之后呢，都是会说最大的愿望就是小朋友健健康康、快快乐长大就好。他其实搞不好有埋藏在心里，或者是已经觉得他这个身份不适合做的事情，他不好意思讲出来的一些事情。然后我是很好奇这件事情，所以我就写下了这首歌曲。那我也得到了我想要的答案，很可爱，可以跟大家分享。因为我爸爸妈妈跟我说，我妈先问我妈，我妈说啊，不要问我啦，我不知道啦。然后我爸就说啊，就是跟平常一样就好啦，可以天天打球就好了。其实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有点愣住，因为你会觉得有点像开玩笑，但是又非常的实际跟实在。因为他如果可以天天打球，就代表一定很健康，就是可以维持正常、维持平常就好。所以听完了有点可爱，但是又觉得有点感触。然后在某一次的演出完的时候，有一位观众给我一个回馈，是说他听完这首歌的时候，然后他是属于一个在等待他小孩子问他这句话的一个人的角色。因为有时候没有人问你这些事情，你自己讲出来也会更不好意思。所以假如就是有一个开启这个对话，比如说比如说妈妈，你平常你以前可能有想过想要做什么吗？就是一些不是小朋友健健康康快乐长大这一类的，可能就自己有想做什么特别的事啊，开咖啡厅啊那一类的，就是有没有想过。我觉得有事没事可以多了解自己的家人一些。然后带来这首歌曲就是行过，也希望大家会喜欢。
也烦恼，但不是上多烦恼，只吃彼种总有希望烦恼。第一首客家歌，然后其实也有点像是因为这首歌参加了一个比赛，得到了蛮大的肯定，所以就觉得这个方向其实还蛮不错的。因为我在家里讲客家话的时间比讲中文还要多，我们家讲都讲客家话。然后我写客家歌之后呢，就觉得说爸爸妈妈在跟别人解释他儿子在做什么的时候，好像多了一份回馈自己文化的骄傲，这样觉得算开心。然后带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，叫做《还》，然后它是有别于今天你听到的其他首歌，可能会比较愤怒、凶悍一点，或者是无助一点，大家可以听听看。这首歌的意思就是把自己还给自己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Yeah.
谢谢大家，我是功德，大家可以在 IG 或是社群网站搜寻上面一个龙下面的共功，有些人会念拱，道德的德，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丝专页。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。谢谢万华大脑乐，谢谢，谢谢我清月，大家拜拜，下次见了。